今次嘅探訪最大得著就得到小朋友嘅愛咯，即第一日就可能大家比較緊張啲，但第二日就冇咯，即破咗冰底，即感受到大家嘅愛，一嚟就攬到實。同一班小朋友講嘅鼓勵嘅説話，其實你哋已經做得好好，你哋見到你哋咁開心，已經係好好嘅啦，好勁啊！即我覺得你繼續加油。繼續開心下去 ，OK， 唔使怕嘅，任何嘢都唔使怕，想做就去做，咪試下咯。You never know， 係咪試下先咯？其實你哋得噶啦 ，I love you。路途上已沒有那位他給你共勉，當奮鬥失去價值時，第一次嚟咧就認識他們，聽他們的故事，看看為什麼他們會來到雲彩這個家園，還有了解到他們家裡的，即之前他們家裡的狀況就很傷悲的，那個感覺heavy很多，還有會即聽起那些 story 是很傷心，還有會憤怒，但是今次來呢就很不同，那個是開心很多的。我覺得呢個地方，即係雲彩家園，係絕對令到佢哋可以忘記咗佢哋以前嘅 history 啊，個過去啊，佢哋即係個成長頭幾年成長嗰個過程，因為雲彩家園俾佢哋嗰個愛咧，同埋嗰個鼓勵咧，係好多嘅，好重要的。咁即係令我會諗啊，我都要多啲俾愛啊，鼓勵俾我自己個仔。我覺得佢哋嘅表演係非常好，因為佢哋即唔識廣東話噶嘛，咁要學一首廣東話嘅歌，仲唔係唱個 melody 喎？佢哋係唱個和音喎 ，harmony 喎，其實係十分難，但係佢哋好快就學到，同埋佢哋記得曬，呢個好犀利。同埋睇佢哋比賽，佢哋好中意跳舞喎，即係跳舞嗰啲女仔咧，好。好叻嘅，即系冇话真正去学，跟住就睇上网睇，就自己去排舞，自己去 choreograph， 呢个已经好犀利。同埋唱歌嗰啲小朋友好有灵魂，好有特质，佢哋把声，即系令到我都羡慕。点解哇可以唱到咁样，即系咁细个咁有经历嘅个把声，嗰啲 tone 啊，佢又攞得好嘅，所以真系好佩服。脸庞上成熟到已多加一份怀疑，连欢笑都觉得幼稚。